LESELFIN 近日为了回归宣传，完整体出演综艺《认识的哥哥》，在节目中首次公开新歌的高潮编舞，成员徐允珍下药的画面让观众惊讶不已，也引发了粉丝对徐允珍腰部健康的担忧，纷纷表示虽然允珍跳得很好，但看起来真的太危险了，尤其回归前要练习无数次，打歌期间也是为了录影直播等需求，得不断重复这样高强度的下腰，感觉使用过度会椎间盘突出，让网友们感叹唱跳偶像经常一身伤，腰和膝盖都使用过度，女偶像还要穿着高跟鞋表演，真的是高危职业啊。而且允珍下腰还要唱歌，希望她表演小心不要受伤，虽然旁边的成员也有抓着她帮忙分担力量，但看着还是让人觉得很紧张，粉丝也希望减少这样容易让人受伤的舞步。